Sora! What? Mm-hmm. Yep. Nope. Yeah. 这边来到，努努和林主用了索拉，但林主这个索拉我跟他打过，熟练度可能还稍微差一点。咱们这个本来就三项四技了，就一点影响。是，四项索拉和他这三项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太飘了。对，啊，这个无敌的横臂，网站无敌，啊，这索拉魔法回场。 索拉其实回场的话会给守边方的干扰特别多，因为他回场可以把三个魔法全打干。好，这个后摇没有那个啥，后摇没有抓到。好，这个普通上板一分，啊，又是魔法回场，一个电，很明显没有电。这个角色有点这个不明显，闪招真的无敌，看他也不闪怪，判定。 判定太硬了，这个 smash 没有抓到，这个后手 smash，刚才那个位置 smash 感觉是可以死的，对，这空回场，不停的被这个特别安全摸盾一个 power dunk 直接收掉，中太轻了，反正都会被一个这个连战带走。现在有一个坏消息，对领主来说就是再打两下就要进入够状态了。 露露这个够状态很恐怖的，就是看领主能不能。这个比重感觉如果大连的两下就没了。对，所以就看领主能不能在这个尽早的去把这个够状态给他打掉。哦，这个露露有一个小失误，刚才没失误的话，要吃这个百分比要吃到烂。这边，好，领主，哎，这要吃大连蛋了，哇，这个反身喷泉。 这个领主想用这个闪穿盾来骗这个特瑞不太现实了，特瑞这自动转身的角色自动转身，我只要打就行了，<笑>我只要出招就行了，你的闪身还有转身，我都是自动读的。60，这个看这个手音，对，60，这个百分比很危险。哦，啊，smash漂亮。 这个放了一个努努闪身的一个帧，然后开始了魔法回场，这个横臂回场被努努的这个跳起来躲掉了，又是魔法回场。其实索拉我感觉他的回场压力其实不是很大，因为有魔法的辅助。这个没有接 power down， 这个空抢到了，跟特瑞抢刀，能抢到也不容易。 好，现在没有打到，现在特瑞，这边啊，这个击杀了，啊，通拳，失误啊，你有没有转过身来？是，对，看领主要不要换角色，应该要换的，我感觉打特瑞三项里面掏出一手神威，确实索拉打特瑞感觉其实也。 不能说裂吧，但是索拉的角色我感觉就怪，对，到现在没搞不明白这个角色。但其实索拉也算是剑诀嘛，但是剑诀其实打特瑞来说还是挺优的。但是他不像传统剑诀那样有出色的地面速度，对，他控招很飘。 主要还是打一个空战，是，特瑞这边应该不会离地的。这个雷打到，我觉得还是要控距离吧。领主还是不能急，尽量用去用空招，用索拉这个。虚个S，这个肯定打不到的。一直等等了一个，这个抢招啊，相杀，很危险啊，刚才。 啊，露露一直在，对，露露一直在，啊，真死了，这一个波给波死了，露露现在压力有点大，是，露露也真敢哦，还是用的特瑞蓝索拉回场，好，这个下头连段，露露 DI 出去，啊，这个 smash 读这个闪身很漂亮，这个露露没有吃他这个 jab 的陷阱。 Care Bear，
我的噩梦来了。啊，这个三弹头，哎，这边领主着急了，这不可能冲上去的，还是进到手边吧。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刚才是位置没有走，位置欠了一些，就是要在场内的空中给特瑞斯呀，是用自己的这些魔法去拉扯。对，所以其实我感觉还是要尽量就跳，跳到他头上去打他，用空招去打，因为你的空恩很优秀嘛。啊 ，smash， 这个还挺漂亮，是。这个反了，好，魔法回场，上帝没打到，结果被摸了一趟。上帝，哦，用神女人，但是索拉很能回来。这个特瑞也不是经常跳的角色，这个上帝打他稍微有一点二轮要烧掉。好，这个啊，这个连这个惩罚没有拿到。好，绝 DA。雷电蓝道啊，蓝道，这个怎么蓝啊？上帝，蓝道，这个太着急，大连段啊！特瑞选择了头，这个百分比特瑞也没有投连段吧？可能就是怒怒保，刚才其实冲过来这些连段了，对，可能就是想保险一点。啊，又是谁啊？这个冲拳死了，这个横臂被波打断了，恭喜2-0。Stop, stop.